申訴專員公署調查話，高齡駕駛者嘅體格證明冇列明指定體檢項目，認為要改善。現時嘅法例規定，70歲或以上嘅駕駛執照申請人，最少每三年需要向運輸署提供由註冊醫生填寫同埋簽署嘅體格檢驗證明書，證明適宜揸車。申訴專員公署話，法例冇定明醫生必須為年長駕駛者做指定嘅檢查項目，醫生可以自行決定。而現行的法例亦都沒有為駕駛商用車輛的職業司機替證訂定任何的體格要求。署方建議體格證明要訂明檢驗的項目，以及向醫療人員提供指引，同時為指定年齡的商用車輛，尤其是重型車輛的司機制定體格檢驗制度，以及訂明較為嚴格的體格要求。政府專家顧問福田敬義下個月退任專家小組工作，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衷心感謝他的顯著貢獻。福田敬義下星期三起退任專家顧問團和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的職務。林鄭月娥說，福田敬義過去兩年已在公共衛生方面的豐富經驗，包括在世衛工作累積的經驗，為政府的抗疫工作提供大量的寶貴意見，有效協助政府應對疫情。福田敬義現時是港大公共衛生學院院長，今年年底離任，回去美國開展退休生活。商用氣站車用石油氣上限價格下個月調整，調整後的價格是每公升4.72到5.29不等，加幅每公升1.9到2.0。機電工程署說，車用石油氣上限價格是按照指定的定價公式釐定，包括國際石油氣價格和石油氣營運價格兩個元素。申訴專員公署調查說，年長駕駛者的體格證明沒有列明指定體檢項目，而職業司機無需體檢，做法與其他地區有差距，需要改善。而家駕駛執照申請人要自己向運輸署申報健康狀況，而70歲或者以上就要最少每三年向運輸署提交體格檢驗證明書，證明適宜駕駛。去年有大概73,000個70歲或者以上人士持有正式駕駛執照，較5年前增加近一倍。申訴專員公署主動調查發現，運輸署雖然有在體格檢驗證明書上面列出可以參照的檢查範圍，包括視力、精神狀況、聽覺、平衡與協調、骨骼及肌肉系統等等，但沒有規定醫生需要做指定的檢查項目，亦都可以自己決定是否填寫申請人所進行的體檢項目和數據結果，只需要在總結填寫是否適宜駕駛。公署亦都話，而家法例冇為駕駛商用車嘅職業司機制定任何體格要求，除咗專營巴士同埋電車公司有規定車長需要定期進行身體檢查之外，其他商用車包括小巴、的士等等都冇相關規定，或者唔受運輸署監管。公署話，參考其他地區的要求和限制，例如澳門要求年滿35歲的職業司機要每5年或者10年通過特別的體格檢驗，認為本港的制度還有差距，加上人口持續高齡化和商用車造成的交通意外和人命傷亡風險較高，建議運輸署為體格證明訂明檢驗項目和向醫療人員提供指引，需要填寫有檢查結果和數據的醫療報告，同時為指定年齡的商用車，尤其是重型車輛的司機制定體格檢驗制度，並且訂明較嚴格的體格要求，和考慮協助有經濟需要的職業司機進行檢查。無線電視記者楊佩斯報導。政府說有29個東京奧運國家隊運動員下星期訪港，今日稍後公布名單。運動員下星期六將會出席三場公開活動，門票明日公開發售。體育專員楊德強說，國家隊代表團下星期六上午有兩場運動示範，分別在維園泳池的游泳和跳水示範，以及在灣仔伊利沙伯體育館舉行的體操、乒乓、羽毛球和劍擊示範。下午全體成員會出席大匯演和市民見面。明日將會網上公開發售5,300張票，每人以實名制可以買到兩張。楊德強又說，國家隊運動員亦都將會出席幾場閉門活動，包括同本地運動員以及中小學生見面。政務司司長李家超率團到深圳出席第二次同內地疫情防控工作對接會議，會議在深圳麒麟山莊舉行。參加會議的還包括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恆、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胡建文、衛生署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保安局、運輸及房屋局等政策局同部門代表，商討內地同香港通關。十幾個內地專家，包括國家衛健委代表，上星期六開始曾經嚟香港視察四日，據了解他們整體滿意本港的防疫措施。一級歷史建築深水埗主教山配水庫完成臨時加固工程，下個月重開，下星期三開始公眾可以預約參加導賞團參觀。仿羅馬的拱券和天花花崗石柱，市民下個月開始有機會來到在一個世紀前落成的深水埗配水庫近距離欣賞。水務署用了2000萬進行加固和保護工程，包括加裝支架支撐部分的天花，安裝臨時排水泵疏導雨水，又加設透光的玻璃頂蓋保護配水庫外露的地方。水務署說去年年底因為拆卸工程拆毀的部分表面和四條石柱都有保留，日後可以重建原貌。參觀人士由巴域街出發，行上山至到配水庫，到達之後可以進入配水庫內部參觀，全程需要步行90分鐘。雖然咧個路途唔係話咁長，但係咧個波幅好大嘅。咁咧尤其是參加者咧，就絕對要去留意咧佢自己嘅身體狀況啊。因為由巴域街上到去前深水埗水庫咧，要行嘅時間咧大約係10分鐘咁上下。咁尤其是喺夏天熱嘅時候咧。5月啊，6月頭嘅時候咧，參加者咧就要因應佢自己身體嘅狀況咧，而睇下應唔應該參加呢一個導賞團啦。公眾導賞團下個月15號開始，暫定去到出年嘅6月14號，為期半年，每日有3團，每團最多12個人，預料每個月可以接待1000人。而市民下個禮拜三開始可以經配水庫網站專業預約參加，團體申請就要透過政府一站通提交。水務署說配水庫長遠的用途仍然進行諮詢和研究，強調會循序漸進，在安全的前提下給更多市民運用。如果市民是想先睹為快，或者是參觀之前做定功課，都可以上去配水庫網站的虛擬導覽，了解更多的結構資料。無線電視記者吳家軒報導。全港第一個政府公眾停車場自動泊車系統今日啟用，有汽車專家認為泊車位比較窄，車主駛入需要一定技巧。位於荃灣海盛路的自動泊車系統朝早10點啟用，工人一早在場調試做準備。朝早用的市民不多，頭一個鐘只得一兩架車使用。有司機用新系統的時候有啲不適應，由現場工作人員幫手。一樣價錢就梗係會泊室內啦。點解咧？有下車頭先啦，係啦，同埋唔使等咁耐咯。等佢個架落嚟咯，依個近個閘口位啦。如果有很多部車在等的話，就等到出街了，即係我塞住了路口就會等到出街了，車駕駛者就會很清楚香港是長期不夠車位泊的，還有今年就執法都非常嚴謹，所以都抄牌的情況都非常多。香港汽車會會長李耀培亦都特登到場試用，泊位就或者難不到他，但是就差點留了這一步。我正話第一次呢，我就忘記熄個鏡了，咁咧個接鏡都要生翻，拍嘅時間嘅話咧，由於佢有啲斜路啊，就唔同話喺平路嘅拍車，咁所以咧，我覺得如果第一次嘅車主嚟拍位咧，要多少少時間啦，咁同埋小心啲。智慧城市建立嘅時間，連一啲叫做智慧停車場都冇咧，就咁嗰個就已經基本上就唔係叫做智慧城市。咁同埋咧，就香港嘅車位已經缺乏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嘅。咁我覺得咧，今次我都好高興見到政府咧，能夠盡快咧有一啲咁嘅智能停車場可以設立得到。運輸署日前話，呢一個自動泊車系統用咗1年設計興建，建造費估計要幾千萬，而停車場嘅租約年期仲有大約4年，政府之後會按情況逐月續租。無線電視記者劉俊玉報導。內地環球時報記者傅國豪前年在機場遇襲案，兩個被告就定罪和刑罰提出上訴，一個人撤回申請，另外一人被拒。被告賴雲龍和畢慧芬早前被裁定暴動和非法禁固等罪罪成，分別被判囚5年3個月和4年3個月。兩個人不服定罪和刑罰，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訴，上訴庭今日處理。賴雲龍撤回上訴申請，他在庭上說是受美國間諜 Mark Simon 指使，又說冤枉了傅國豪向14億中國人道歉。畢慧芬在庭上承認曾經襲擊和非法禁固傅國豪，
但係希望法庭輕判。上訴庭法官潘敏琪拒絕批出上訴許可。